我上家伊啊，先看到好事啊，好事上家时去找恁。好，阮等你哦。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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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今天透风诶，是我的恁哦。苦吧，这苦。我想亲查某，自幼信孤，这梦无美梦，此生又何梦？辛苦比嘛拢无亲呐。酒也无好势，去因着风飞沙。嘿，阿伯啊，我看你吼衫穿较少哦，可能会寒。来来来，我请衫借你穿。唔免啦。啊，你看你看，嘿，阿伯啊哈，老骨电空空，吼，这老皮啊是袂过风，啊，所以啊袂冷。阿伯，你虽然袂冷，啊，不过看会出来哦，你是不是巴肚咧枵？啊，无安尼死啦！我吼遐苦了遐吼，有剩下一挂鱼啊，我来来珍珍珠珠的，互你食好无？哈，众生啊，这杀生造业，因缘果报啊！哎，阿小兄弟啊，阿伯看你吼，这心地是真善良，啊，只可惜啊，逐工啊，在咧做恶业哇！哇，杀生造孽，阿伯，你讲这個，我听无呢。你听无？你听无不要紧，加听几落遍，安尼你就话咯。哦，哎、欸，对啦，阿伯。我看你讲点咩家，你身躯边无亲人哦。小兄弟啊。我看你一个人在家，阿敢讲你也无亲人吗？阿伯，老实跟你讲，我自细本来就是孤儿。阿伯跟你讲，啊，这人啊，甲鱼啊是同款，也因啊，嘛是有家庭的哦。啊，你甲看，这生命
在咧水中，啊，只因为你啊，一领网啊，甲抛出去，啊，搁甲救回啊，就开始了啊，无数的生命受苦啊，这鱼类啊，那是受着无数的痛苦。啊，这人嘛，啊，敢会当忍受的？无，这，修真叫我阿伯，你给我搞好嘛？阿伯，你什么嘛？阿伯，这个呀，一做好，阿伯，喂嘞，唉，是要怎啊挽回？流连宦官呐，吼，这生生世世修行，啊，将灵啊，将这多生的业障，一生了结咯。多生业障，一生了结。哎呀，阿妹，我。听你的意思在讲啥哦？哦，你听我，哦，真好，真好啊！路惭愧，阿伯，嘿，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是啊，啊，唔简单，啊，去卖菜就好啊，卖菜，对啊，阿伯多谢你，啊，免客气，免客气哦。你跟我讲，阿伯，多谢你，阿伯，多谢。嘿，阿少年嘞，我你吼，足空啊，实在是真足。莫见人，过去生杀业障，遐被伊剥杀的鱼。就是这世，遐的为人伊的外道，那一生
有因缘得遇到一位披机佛，对于说法，发愿先世真正修行，才能将多生业障在今世了结了。世尊，弟子明白了。莫建莲故意不引发心痛，是为了上欢上济。不错，善言思修，恶言思端啊。现在世尊，多谢大德啊！天涯迷来，但是我又马上要离开。莫建莲，你欲何往呢？世尊，欲出炼化，得来告别。现在业如须弥，自信三宝，多生业报，一生报尽。莫建莲，世尊，你先亡之时并不美，你进入涅槃才真正可贵，先用身体为灵魂付出血汗，明澈心性，
待下之心，品着可为典范呐。我素世祖感恩，初生有幸，岁数长。今日已三步好多好里通，金冠献身将性命献于真理，现在你完了愿望，可以入灭了。我父祖辈啊，我见面尊者，你人在哪里？你人在哪里？我素世尊，我别见你，告别你。了我先素，我素世尊，我祖宗，我素。修齐精进，地归本大自然的境界，每一个人来生迄一天，就是已经呢，甲咱讲多一天，咱会死。咱死迄天，又是搁在另外一个新生命，这叫做轮回，下处倒闭呀。
其实死无可怕，其实呢，在那个最后的时阵呐，伊的灵魂脱体是遐尼只轻飘，甚至呢，阁有光光芒，是真水的境界，真呢，是啊。灵魂脱体迄个时阵，飘飘浮，一点啊都无痛苦。上惊的呢，就是惊伊会对着这个光，对着迄个境界去什么所在去？唔在下，牛虎或者是马胎，或者是地地噶。唔知呀，那这都要看咱现在啦。咱从生落来到死，这个中间，上可怕的是这个中间。咱到底在咧复制什么款的烦恼？在这个烦恼中，咱在咧复制什么款的业？这是予咱最烦恼的代志。但愿大家人呢？修行啊，咱都爱真知福修福啊，所以在这个福中呢，咱爱赶紧呢，爱用心，家己自爱，爱人再造福，这福慧爱相修啦。所以呢，咱爱忏悔清净，咱的本性真如才会发亮啦。所以请各位爱时时多用心哦。